Bye.
谢谢，把我的灰烬扫下。哇，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弦歌乐团来到我们的现场，是不是也好的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好，大家好，我们是神棍，神棍的神，神棍的棍。哇，今天很多神棍乐团的粉丝来到现场，对不对？尖叫声！哇，太开心了，可以邀请弦歌乐团在我们的平安夜用这样子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对对，没错。 是，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弦歌乐团来到现场，其实我们带来一个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其实最近我们在其实也是准备未来的一些计划啦，包括一些单曲啊，然后之前还有拍 MV 啊，都其实都在准备在明年就过几个月，就是会有一些新的。 行程计划让大家知道，对对对，所以其实也很快了，马上就要到2022了。对对对，所以2022除了有一些新的作品、新的行程会让大家知道之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目标或者是新年新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的愿望也蛮简单的，就是啊，对，就是其实每年我们那个，比如说尾牙，我们自己团尾牙嘛，或是一些。 聚会啊，庆功宴什么的，我们其实许的愿望都差不多，就是入围一些奖项啊，对啊，发专辑啊，然后出国表演啊，大概就这样。哇，对，希望都可以做到。真的，在2022年，我们有信心，对不对？对对对。好，那今天借由这个机会呢，我们这么多歌迷朋友都来到现场，我们是不是也一位一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从我最右手边，我们这个。 北管国宝老吴，大家好，圣诞快乐！好，我们贝斯手阿哲，后面我们鼓手小潘，大家好，我是吉他手俊杰，好，另外一个唢呐北管国宝志彦，我是主唱欧比王爷，我是神棍，耶！ 真的是听到弦歌乐团的歌曲，我觉得大家精神都嗨起来了，因为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特别，而且我觉得你们属于华语圈当中，真的是非常难得的这个音乐，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感受跟体验。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好歌曲，不过在好歌曲之前，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再来欣赏我们这个最牛的主灯，也跟我们弦歌乐团来介绍一下，在我们正对面的这个主灯秀呢，它是史上第一个会。